好话，今天我们开始学螳螂。螳螂呢也称刀螂，它的种类非常丰富。螳螂呢是昆虫呢中呢体型比较偏大的啊一种，身体长，多为绿色。标志性的特征呢就是类似一大刀的前肢，上面呢有锯齿，末端呢还有钩，头部呈三角形，眼睛突出啊，所以说我们大而明亮。臀部呢也比较发达，腹部也比较肥大，它的后腿呢比较细啊，细长。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应该用简洁的线条呢去表现螳螂。我们现在哈拿这个白云笔和生宣纸，我们把那白云笔啊给它打湿以后呢，我们调绿色啊，调绿色。绿色呢，我们用藤黄和花青调出来。先调藤黄，因为藤黄是浅颜色嘛。你先调这个花青呢，容易把这个颜色藤黄颜色给弄脏了，所以说先调藤黄。调完藤黄以后呢，再调花青。你看，哎，两个调在一起就变成绿色了哈。原色加原色，因为藤黄和花青它都是原色，那么原色加原色呢，调出来这个绿色呢就是间色了。好，我们调好以后呢，我在画的时候呢，我注意哈，我稍微再调的稍微重一点。好，我在画的时候呢，我笔尖呢稍微来一点花青，笔尖稍微来一点。好了，当然你笔尖也可以来点墨哈，都可以。我先把它那个胸部和腹部画出来啊。哎，你看你画的时候呢，稍微怎么样让它？有点起伏啊，用笔的时候有点起伏变化。我笔尖上再蘸点这个花青，我们再把它的腹部啊，腹部给画出来，藏锋啊。哎，你看这个线呢，要让它有一点这个弯度啊。你看按下去走，哎，提。好，这个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就画它的头部。头部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来点朱标。啊，有点区别，让它好。头部是三角形，是吧？三角形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哎，可以按下去，都是一笔都可以啊，一笔都行。然后它的眼睛点出来，啊，点出来，点出来。好，这个眼睛画完以后，我们就开始画它的腹部啊。腹部呢，我们知道腹部我们要用颜色呢，稍微变一下。用这个藤黄调到鼻肚，然后我们在笔头呢来点朱标，啊，笔头来点朱标，好了啊，就这就行了。笔尖稍微重一点，好了，我们顺着这个腹部下面哈往后走啊，往后走。提起来，啊，提起来，啊，也可以这样哈。好，那么这个画完以后，我们就把那纹路给它画出来啊。纹路，我们加点花青，笔尖上加花青，花青，然后我们把它这个，啊，你看，肚子上有一些花纹啊，给它画一下。这个花纹画完以后，该画钳子了啊，就是它前面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大刀啊，还是用这个颜色啊，还是用这个颜色，可以稍微花青稍微多一点。比较大的这个钳子。你看，一二三啊，它那个前肢也是三节儿啊，也是三节儿。前肢上有锯齿，啊，有锯齿。然后这边一个，后面这个，好，
前面那个大大刀状的这个前直呢，画完以后画后面那个，后面的稍微细一点啊，这个我们要注意点，稍细一点，水分比较多啊，笔头上调颜色，也就是说笔尖上调点绿色就成了啊。重一点，稍重一点，因为它毕竟是比较细啊，比较细了，你要浅的话呢，你看不清楚哈。它也是啊，你看这个腿也是分三个啊三节儿，一定要提按有啊，一定要有提按，这个画完以后画后面这个。都是要有提按啊，提起来按按下去，要不然你这个腿儿呢画出来呢显得不结实啊，不结实。这边这两个枝干呢画出来以后，再画后面的，从这儿穿出来。一定要有提案，好，这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那上面一些虚哈，我们知道这个上面有一些虚，我们加点这个朱标，颜色让它稍微有点变化，嘴前面它有一些这个，说这是什么触须也行，你说它是什么？啊，也行，眼睛我们点一下哈，我们最后可以用那个墨稍微点一下。哎，我们看看，好，基本上是画完了。